马西莫，早上好。嗨，卡尔。完了吧？哦，你要为你妈妈选新的轮网吗？对呀，今天是母亲节。哎呀，卡尔，你好像接到了一个特级任务呢，你可得赶紧回家了。哎呀，把你绑了。宝贝们想请佳丽帮他们为母亲节准备点杯子蛋糕，但是佳丽的杯子蛋糕机坏了，蛋糕机把一块块面包团扔得到处都是，看上去太危险了。卡尔，你能帮帮忙吗？啊，拜了宝。太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嗯哼。超级卡车，小心！佳丽，坚持住，超级卡车来帮忙了。哇哦，佳丽，你就像超人一样，保护宝贝们不受伤害。超级卡车，你要怎么让它停下来？超级卡车，我们相信你。你要变身成什么样子啊？啊，白点吧。哇哦，超级卡车，你现在是蒸汽压路机了。超级卡车真是太厉害了！哎呀，机器的温度太高了，超级卡车想想办法啊，不然它就要爆炸了。如果你想到了任何办法，现在就立刻行动吧。超级卡车，快！哇哦，它被冻住了，真厉害呀！超级卡车，快！超级卡车，你成功了，你冻住了面团，今天多亏了你。佳丽和宝贝们想邀请你和他们一起参加母亲节的茶会。超级卡车，谢谢你今天为我们做的一切，没有你我们就没法庆祝母亲节了，今天真的多亏了你。佳丽为你准备了点特别的东西，别担心，佳丽绝对没有用任何掉在地上的面团，她在冰箱里冻了些面团，是想为你做一块巨大的杯子蛋糕送给你妈妈，祝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。